陈小米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你们两个爸爸用得很好笑哎、欸，你们两个爸爸。强盗哎！你像摸身体的人。我觉得像强盗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好，来，坐，坐，坐。老师哎。小米，小米，小爸爸，妈妈，坐。生气了，我让你。跟妈妈，爸爸，坐下。我觉得他们三个是强盗。对，然后波斯这边呢，他们就在沙漠里面哦，很久才会有一次市集，他们可能会一个月一次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沙漠里面，他们每次，因为他们沙漠里面呢都很多的沙子，所以他们骑着骆驼一个月就会卖，有一次很多的沙子人都来卖青菜、卖水果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要骑着骆驼一起去，准备要去卖东西。那个骆驼就在这里，等一下你们就是小骆驼。可是呢，在沙漠里面呢，因为沙子太大，所以骆驼都会把很多点伤。叮叮叮，听到那叮叮，就知道骆驼的伤会来喽。好，那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做的，我们来听听看。等一下，骆驼当人来的时候呢，它的音乐有没有都一样哦？好，来，他轻一点。然后骑骆驼的时候，请你假装拉住绳子来，我来拉住绳子。拉住绳子。好，当人哦，骑骆驼，摆来骑骆驼，摆来骑骆驼，摆来骑。好，那我们来一起听音乐，等一下要准备听听看骆驼的音乐哦。反在骑骆驼，骑骆驼，骑骑骆驼，骑骑骆驼，骑骑。变强，变强，看自己强，看他有没有变强。我们的骆驼要带两个铃铛，在那沙漠中才听得到铃铛的声音哦。那你小朋友来，记得拿两个铃铛排排队来。Thank you.
在这面上真神明，叮叮叮叮，
我都没听到你们唱歌啊！你们两个怎么都没声音？你们三个都没声音哎、欸！什么东西不见？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只要保护你们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唱歌要大声一点，你们都没有唱啊，我没听到你们在唱歌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都是。好，来，我是王子真英俊，我是王子真英俊。大声一点，对小米。王子要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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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。他不要打公主哦，他打坏人不是打公主哦。一样一个月去跳一次哦。我是王子真英俊，带着。
在表演之前呢，都会先准备一下。那魔术师呢，他会念咒语。他念咒语之前，他念咒语之前呢，会叫大家快点来看，因为市场上太热闹。有什么？哦，真的这么厉害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练习魔术师他的变魔术的那个咒语。他说：“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。”然后全员：“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。”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变。那等一下，你们要把爸爸妈妈、后妈妈变成一种动物，看你要变什么 ？OK？ 那然后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变什么？变兔子，或是变大象，是变恐龙，自己选一种。变猴子，变小鸡，老师。那请小朋友跟爸爸妈妈面对面。好，那你要来念咒语喽，来，准备。好，爸爸妈妈起来一起说：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变恐龙，变恐龙，变老虎，变老虎。好，然后交换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变动物来，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，大家快来看我变魔术。1 2 3 4 5 6 7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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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 3 4 5
起变哦。大家回家了，好，下都是我们有吓一跳吗？好，那这是我们波斯市场的整曲的欣赏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这六段都听完喽，然后小新老师有准备的奖励给大家，等我一下。谁要写？谁要写？这个给大家。对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波斯市场的景色，国风调的感觉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大概的简介，那我们往后翻到 A 曲是骆驼商队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跟着音乐的线条一起指着我们的，跟小朋友一起指着上哦。来，骑骆驼，快来骑骆驼，快来骑骆驼，快来骑，骑骆驼，快来骑骆驼，快来骑骆驼，快来骑。然后下面我画一个渐强记号，小朋友看到。